心如虽然现在已经老了，演少女不好看，可是她不服老，偏偏喜欢演少女，这就尴尬了。不过林心如真的是一位演技派，《还珠格格》紫薇是个爱哭鬼，却温柔似水，情深深与蒙蒙如萍其实挺善良，只是因为不会说话，被大家误会成绿茶婊很多年。依萍去向爸爸要钱那天，爸爸打依萍，如萍想帮如萍，让尔豪帮忙想办法，尔豪劝他这种情况没法管。依萍被爸爸打过以后，把爸爸给他的钱全部扔掉，如萍为依萍着急，拿出了自己的所有零花钱和一双自己舍不得穿的鞋子拿去送给依萍，结果因为自己跟佩仪说依萍被打，也怪依萍跟爸爸顶嘴，被依萍听到，依萍对如萍的帮助不领情，把如萍轰了出去。如萍虽然不会说话，不过她可是一个贴心的闺女，不愧佩仪那么疼她。还记得依萍向爸爸要钱那天，依萍跟爸爸顶嘴，爸爸要拿鞭子打她那一段吗？如萍劝依萍，爸爸生气了，要打你，跟爸爸说两句好听的。从这里可以看出来，如萍比依萍更贴心，做了父母都知道，不喜欢依萍那样满身是刺的孩子。依萍去陆家，友善的跟他打招呼的也是如萍，只是他说自己的新镯子是20块钱买的，依萍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造成两姐妹的隔阂的人是他们的爸爸何雪怡，舒桓最先认识如萍，他对如萍也是有点意思，后来喜欢上依萍。如萍其实挺委屈，她明明是心地善良的白富美，